去前进的速度差不多。不行不行，眼睛太冷了，我要戴。那你戴。不行不行，口罩拉开一点。不灵不灵，太冷。一进去就会被罩起来，这个是坐上去没办法量的力度。哟，口袋没啦，检查口袋，这里没啦。所以这样子时间差不多就划过一趟就好。B B B 是你的吗？是，好的很，今天表现正常。我好像也量的差不多了，可以戴。加油！我还没有热身呢，要上去热还是？上去热。被消化光。好，你先按腿啊。腰痛。就是缆车站了、啊。我觉得最好是 Hire 车。而且你，我们 Hire 服务最好。不过那个，连外来客人都这样，哇、哦，帮你。不过它离缆车站也太远了，所以越贵的越远了、啊。那他是不是有管家会开车开摩托车带过来？那样子我就觉得可以。没有。贵宾服务。鞋子，给你一个拉克，不吃东西都不好意思的。那你走过去，太累了。他那个甜点，那个是名牌，他那个自助餐啊。哪里的？还有那个海尔餐。是说午餐有那个自助餐，那个甜点吧是那个名牌。但是我们没有，我们是吃旁边日本料理单点，所以我们就点一份他的那个五样东西的来吃，你就忘记了，我忘记了。那家好像也是马卡龙有，什么用的？马卡龙有名，搞不清。
现出来。什么用的？我讲话还是都听得见。对啊。你知道戴这个罩住耳朵一些会比较听不清楚。有那么夸张？你讲话我就听得见、啊。听不到，听不到，我耳朵不好，不好，不好用了，不行了。我带你去买助听器。不要。你自己说你要用的。对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太早用的话，会不会日后效果更差？例如说，我现在讲话这么大声，然后戴了助听器之后，声音又会更大，还是会变小？我知道了。对啊。啊，也许戴了助听器以后，声音变小，因为你自己听到大太大声。对。哎，这样有道理，也许。好了，不知道几岁你要买。这鞋子很难弄，他的鞋子大概只拉到脚踝，然后鞋后面可以拉到大腿加小腿。Sherry 说，随着快速。拉外套，外套没有拉起来，这样滑会冷死了。好，你要跟着我啊，看我滑怎么样。
会录到柱子旁边吗？柱子旁边。跑去人家家门口的。Judy 吗？哈 ？Judy。Judy。嗯，你不是滑雪板吗？你怎么变了？你不是加过我们 ski 吗？有吗？有啊。所以我觉得不是你啊，所以我就滑过来在等。讯息传达失灵。你滑这一定很快啊，那你自己你就先走了，不要理我们两个，我们两个很慢。他叫小 Z。我叫年毅。年毅。年毅。嗨，史莱姆吗？对啊。哦，真的、哦。还有别种意思，是真的是这个、哦、是真的是这个名字吗？过年的年，毅力的毅。哦，对，我是说中文名字哦。对。哦，没有叫英文名字。没有。年毅。对，叫年毅就好。毅力。好记啊，又很好笑啊。对，年毅，年年的年毅。难道什么什么瓜牛的爬行物啊？你爸爸妈妈当时没有想到哈。没有，其实我觉得这个名字蛮有意义的。哦，真的、哦。每年要更有毅力。对啊。對對對對對，一件事情坚持不懈就会。您说是哪里？你不是跟我说你也实地吗？还是是艾斯说的？没有，因为昨天听艾斯讲说你们两个滑休闲，但是很快那一种，那我觉得不能在大神面前班门弄斧。没有，我们都跟不上艾斯，好不好？跟着他腿都快断了，腿都快爆了，然后他就这样很轻松这样。他说你追得到他们，然后就说哦。那很快哦，很快哦。那是死命的在后面追。那你们就跑很快哦。没有，只是直冲而已。那你就知道我先把我的短直线拿出来。因为我们实际是借灯塔的。觉得会比较不好。我是在电厂工作。对，他有说。对，然后这边是随便借。好，哦，所以你自己没买？我没有买，我都买，我在 snowboard 当专攻的。哦。对，他的那个 ski 是不休。休闲。那 ski 真的是休闲。可以 S turn 就好了。姚文真就是在那个黑的全部滑一遍，然后一直摔倒。给他坐下去，还滑，好可怕，坐下去，一直坐。你的板子都蛮细的，蛮细，蛮细。哦，因为我们初学者，初学不滑是。对，因为说这种板子通常都是拿来做 carving 或者是滑 cos 类的，我觉得非压雪的会比较难滑一点。真的？哦。因为我们也都滑雪道啊。对啊。我就是志向是。所有什么雪道都要滑一遍。哦。那我的志向是所有树林都冲一遍，没有。就雪板，雪板的都这样。就你那里进去，我们在外面。我们在外面。我跟你讲，那透视跟那个树林里面是别有不同的世界。对。但是我就有那个啊，有障碍。没有，因为我刚开始也是去年是说我透视就好，不要树林。然后就被换掉。你来几年？我跟艾斯一样，差不多也是两三年。哦，三四年了吧。嗯。对。你是固定在这边吗？就换到留宿都。之前是在长野，第一次来打工度假的时候。嗯。先长野打工四个月，然后后面来留宿都就是定在这里。对啊，留宿都学到宽阔，然后。但是我家雪场算小。是因为我们三天就算逛完了吗？要跟长，因为我们去志贺啦，我们十二月的时候去志贺啊，志贺就很大，你就全部穿在一起就很忙啊，就很去不一样。然后来这边就觉得很小，不是小，你不能说小，你说小的话那种，我跟你讲，只有一个缆车的怎么办？应该是说，虽然都是说体验粉雪的，对，不是滑那个雪道场，雪质，
对，血池啊，粉血啊，自然血，哎，没想到粉血可以这么粉，这样。对，拿起来丢，就这样。拿起来丢，就像。对。他昨天晚上下的就是那个像轻飘飘的，像羽毛一样。哦，而且好大片哦，对啊对啊，它凑在一起的。对啊，然后你看到那个衣服上面就是完美的六角形，是结晶珠。是下抛，来滑抛抛。对对对，所以北海都是来滑抛雪，然后冲树林。我就刚说我冲树林，就是不是冲树林，我以前是初学者的时候，我就撞树，而且我撞树两脚还必切，这一脚撞上去，然后这一脚就岔开，然后岔开就整个去刮树，就抓，整个就凹成一片，有那心理障碍，超痛，对。然后看着树，教练不是就有讲过说，你们就是小心不要看着树，因为看着树就会往树过去。真的、啊、真的、啊，我前几天看教学影片，他也是这样说，你要看路，不能看树。对，就是因为你所有的滑动、滑行方向都是照着你的眼睛视线去做手动的，你看地面就一定会摔倒嘛，啊，你看前面就不会啊。你在看前面的时候，你自己的重心就会自己调整到最佳、最正确的位置。这个你看，很好，你的视线不管是看哪边的话，有没有你的身体就，你的身体跟你的重心就会跟着你的视线随便移动。对，当你练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，你就用你视线去看的方向来做你移动的方向。对，很可怕，很有道理。现在就怕、因为你还有雪板不会岔开，只有一个。那你刚练水板呢？我练过一天，然后整个脖子痛、屁股痛、膝盖痛，我知道，很可怕。因为你感觉好好的，然后碰一个就，而且这里就很痛，我就觉得这样我会死掉，我真的觉得我会死掉，哪一次摔一下就爬不起来，因为那个摔真的很可怕。你说摔这个吗？对啊，自我感觉很好的时候，然后就这样砰砰，然后就倒在地上。哦，这我经历过了。很可怕啊！而且我是没有人学，我都这样摔，撑过伤。然后不然就是啊，蹦蹦，然后也是。哦，对对对，那也是很痛啊。对啊，那边那可能就是站太高了。对，那你们可能回去要练一下深蹲，蹲低一点，再蹲低一点。因为重心越低的话，那么稳定度会越好。有艾斯说叫我要膝盖要蹲一下，对对对对对，要蹲。上半身还是保持挺直状态，但是下半身就像是一个弹簧一样。但是我就会变空气椅啊，然后我就会有小腿酸到爆。对啊对啊，这是半蹲啊，我也是一样啊，我差不多在练十分钟也是要练这样的。但是他就会说我空气椅那样姿势好像不对啊。会吗？他是偏一样的 pose， 他稍微偏后面一点，要偏前面一点。哦，就是身体要有一点前倾的感觉。对对对对对。但是我可能是这样坐着，我就是一路翻的。对啊，就一路翻的。你重心偏往后移一点，然后往前一点。那可能你的解释可能要再那个。啊，你位置一模一样。对。小象。你有看到？那我给你看我昨天被吓到了吗？我昨天自己笑，自己觉得很好笑，然后每次看到就笑到流泪。怎么了？多次尝试，因为跟艾斯滑，然后他就看到，哎、不是这个，不是这个，你拿相簿的，哎，在哪？啊，这个，那我们等一下再看，到了，要了，我们还在做另外一个，下一半掉，那比较长一点，下午的天气会变好，我说会不会害你太早起床啊？不会啊。真的啊，我会想到阿天因为9:15也太早，因为我们就是今天滑完就要走了，所以知道知道，因为可是我平常出勤时间就9:00了。但是因为你休假可能想要睡多一点。没有，我说在雪场出勤时间是我就是9:00，我固定就是9:00回到这里。没上班也会啊？没上班也会啊？哦，是哦，因为我想开第一滑。第一滑。Master Track， 就是看到面条。然后可以趴地上洗，你是要那种摸地板那种摸一摸就倒在地上？没有，就是看到面条就很开心哦，没有人滑过，然后开始吸油，然后就像吸毒一样，那种感觉。因为之前看外国有一个影片很好笑，人家不是吸毒啊，然后是把血在尿喷出来，吸完后他脸上超欢乐，而且也那个样。好的嗨，难怪滑雪会上瘾，是不是？可能以后要去那个戒断所戒断一下，回台湾就没了。夏天就不行，没有，那个回台湾就小叮当。小叮当，我们在那里学的。哦，是哦。
第一堂课。对，没学过的时候。都是神社吗？没有，随便就从网络上找。我们哎，我们是找小叮当的吗？好像是哈。好像是买到什么课程，是一动画题还是什么的？买到的可以。这个有我又去了。哦，对，你又跳了。呜！因为没有，我刚刚说，我的想法是平常的坡是这样完整的，但是我不知道跳台是这里过去以后，这里它被挖空，所以我尖叫是我看到没有东西，所以就是啊，然后才下来。哎呦，人生第一次跳台打的。耶！你会有我吗？没事。哦，还要看我们俩摔倒的吗？哦，以后可以拿出来讲，我跳过，再也不要了，对，吓死了，就在湖里糊涂。然后这是我们只是一个小坡，然后我过了以后，我完全像蹲低摔倒，然后他在我后面，他跟着摔，他也觉得我为什么会摔倒，然后换他过来，轮到我就懂了为什么会摔倒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摔倒。你们会用那个什么云梯吗？有。最近年开始用的。我也是最近才开始用的。因为今年他自己就好像是 Facebook 滚一滚，他就说有抽奖哦。我想说好中，然后结果到现在都没中。哦，是啊。对啊。也不错啦。对啊，我就只是拿来记录一下而已。对啊。我想说最高时速可以飙多少之类的。对，然后你80。
我只有57.9。我们是在560，反正就是接近缆车，自然而然要抽的。对，没有，因为那天就很天气很晴，然后九点就没人，然后在我旁那一条，那一条叫做 East Coast Super 两天。嗯，对。那就干脆从上面，哎、欸，因为我换掰顶啊，我就想要试一下。嗯、欸，哎呀，哪里啊？对啊，这一条，这一条。哎、欸，它有画。最右边的。它没有画、啊。有啦，红色这条。这条红色的。我们只滑过一次的这一条。对，因为这边上来真的是有点累，因为每次就只能搭这个缆车上来。它这缆车排队又久。不喜欢爬楼梯。对。所以大家通常都会忽略这一条。哦。可是这一条在下午的时候有没有？那边有个那边穿过这边有一点点树林而已。嗯。穿过去我后面就是一个大平原，啊，那大平原那边可以看到夕阳，超漂亮。哦，方向是那边。对，就是那边好月太阳的。对，那边有夕阳。嗯。对。它就是两个树这样而已，你就看到这边都是树，然后这边有个树洞，就树的门口，它只要滑过去以后就是个海阔天空。地图上看那边都这边是田还是什么？就这边，对，那边是田啊，然后还有那个夏天是牛养的那个放牧地，就吃、哦、那些猪被我们吃了，或鹿啊什么的，猪啊，高原猪啊，对，有时候猪高原猪啊，都是只对有一直有，对啊，那很贵。不知道就吃吃看。牛寿都高原猪味噌汤，牛寿都高原猪大猪排，牛寿都高原猪。你们那天来的时候，我在里面洗碗。嗯嗯，我在里面洗碗。资源吗？还是对对对，加班。哦。对，然后他就跟我说：“哎呦，这是阳台。”然后我说：“他说：“点着脚过去啊。”然后我就认识。对啊。然后我就说：“啊，跟他有联络资料啊，以后。”哦。就第一天碰到了，你就在雪花亭洗碗啊、喔？在那里面洗碗，那我在那里还有兼这么巧，怎么还有兼职洗碗啊？你那套不是才刚忙完，你要做到五点吧？做到10点了，晚上10点。到五点然后继续做、哦，对对对，就是太忙了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太忙，而且那边其实说洗碗的那边的工作人员打工的太少了，哼，他们就固定几个人，所以就不够人去那补。人多人少差很多、啊因为他餐具又多。对啊，他餐具真的很多，我真的喜欢。咚咚咚咚咚。昨天前天人有够多，今天终于。可是你不觉得他盘子超漂亮？我都很怕打破。对啊，我有拍照。打破应该没关系吧？哦，打是没关系的，但是那个就会听店长讲说，这个店长是比较高的那个吗？就穿在门口，在门口的、啊。对对对，然后头有点秃。他今天好像不在。有。他确定是不是啊？他应该认得我们的。才吃了两次，我每天早上都去啊，我去三天了。你今天还排第一个你？对啊，今天居然我排第一个，6:45。今天人就没那么多、啊。你今天还有看到艾斯吗？他应该有。有，我刚说、完蛋了，完蛋了，飞机不飞了。那以后怎么办？你们就我们前一班他可能还会飞，所以可能，所以我们就去机场等。我们到的时间刚好可能可以看前一班。对啊，对，要是没有飞机，就是明天飞还是后天？看他坑掉了，还是要坐新干线？不要，还要去航管。啊，就航管而已。航管多花钱。从新千岁去航管要多远啊、哦？我没查过。坐 JR 的话，要先从 JR 那边经过，然后可能要绕的，然后新干线比机票还贵。对啊，那你住旅馆算了。那个钱就在旅馆躺着也好。可以坐船的。三小木坐船，Corona， 好多哎！我其实我觉得还好、欸嗯，因为坐船现在因為 Corona, 人多人少的问题吧。对，现在是坐船人是蛮少的、大家都被吓死了，日本人都懂。而且是晚上坐啊，还好，就是在船上睡过一晚的。对，如果不怕晕船的话，就在船上面睡。嗯，而且也蛮便宜的，我觉得。哦，对啊。但是机票撑着啊。对啊，趁着他给我们换位置，嗯，对啊，如果回不去就再说了。你用配得到你能不能工作啊？啊？你用配得到你能不能工作啊？你的工作会有问题吗？可啊？会我回不去的话会有问题吗？
WiFi 好的话应该是可以。WiFi 你说配的可以工作那就好了，配的可以啊，遥控回家就好了，可以远端工作，我可以远端工作。他们本来就远端工作，所以就还现在是远端中的远端，不在家里，透过 WiFi 连家。对啊，好了，千岁机场 WiFi 不错哦。但是我不要睡机场，我不要睡在机场，我要睡旅馆。对啊，不就吵架了吗？有啊。那不然就做什么迪凯利温泉之类的。哎，对，机场温泉。对，然后下面有一个休，应该算休息空间吧，可以有那种沙发那种，然后可以坐着躺着休息。哦。对啊。那还是睡机场的意思。对，那个也可以啊。假眠就过去了。对，睡一觉就过去了。但是我睡不够，在机上睡觉。对。一个小时多，我希望我们可以搭到有电视看的。我要把我后半集看完。你那个后半集应该还是看不完。没有，还剩一个小时了，我看得完。看什么？我在看木村拓哉那个新电影，那个饭店，然后有人在欧米索卡要杀人，预告。我看到最后，搞不好全部都什么事都没有。应该就是一个不起眼的人，这种东西都是这样。而且只是一张纸。什么事都没发生，他现在就一个一个在排除，这个也不是，那个也不是，这样，然后所以就还剩一个小时，所以要看一下，要看完啊、哦。那你们预计滑到几点？十二点吗？还是一点？一点，一点去吃，因为我们要去 Westin 去喷。用他的那个喷漆把东西喷干净，喷一喷，晾干，然后就坐车回去了。在 Westin 吃午餐？啊？要在 Westin 吃午餐吗？对啊。听说蛮不错吃的。我还没吃過。我们吃意大利，广告，我们吃这个意大利面。好吃吗？还不错。还不错、哦。还有吃炸鸡、还吃了那个 Ankake Yakisoba。因为我们在志贺，他有个饭店，他也是在公车上贴说他们最有名的开店以来 Ankake Yakisoba， 所以我们之前看到就说要吃这个，结果志贺比较好吃。是的，好想去本州的雪场，就这边都滑滑，我想去，滑片，去志贺，便宜，便宜又好玩，风景又好，真的真的，但是没什么人，很长吗？很长，雪道很长，算长吗？雪道。如果你喜好长的，有啊，烧鹅山就很长，山顶到山顶。烧鹅山哦，没有没有梅池那么长了、啊。哦，梅池。那你们都去过白马那边的？白马也有，对啊。那成安呢？过路去的？是哪个成安？口琴呐？是蒙城成安还是口琴呐旁边那个成安？口琴呐，那个什么绿色广场不是？Green Plaza。对对对对，口琴呐。口琴呐旁边。那个是我们以前滑雪团的时候。住过，你是那边打工度假？对，我在那边打工度假。那你认识 Jason 吗？有一个教练。你说教练这么多？可乐的教练。哦，可乐的吗？对啊，可乐都会住口西拿，然后每次 Jason 就一直抱怨那里网络很烂啦，一直抱怨，他不是说叫大家连锁。哦，对，我们离开之后还把电话卡留给他。网络卡好像是有。黑黑的，他现在不是转职在当 YouTube 还是什么？不是，是转职吗？他就现在在滑板，困在台湾，困在台湾，所以他只能滑板。好像是他，对。对啊，他应该都常去。滑不了雪。海马，而且有一次我们是自助去，结果还在那个有个炸那个猪排店，你知道吗？哦，你说那个白马的炸鸡排。要靠近四七二五。就那个主要道路。对对对对，我知道。对，而且还很好吃哎。然后就居然 call Jason， 你在这干嘛？我也滑雪，知道吗？我吃猪排哟。对对，猪排很好吃哎，在家疯狂点哎。对，我也喜欢吃那些。超好吃的。我只吃过一次而已。啊，那家很好，我们每次去都有吃。没有，我们没有吃啊。走路啊，我们是走路去的。我们住戏野馆，走路去。哦，因为我住那个多清的旁边那个宿舍。哦，那很远，那很远。每次都要下去，然后坐那边就南小谷那边要坐过去。哎，口西南是最远的哈。对啊。哦，好吧，最远。那我也想成你住白马了。那情有可原。啊，对啊，那没办法，太远。那边是很多台湾人。
加入一个滑雪群组，还有然后就一堆一堆在白马的，其中最有名应该叫什么阿福，阿福啊，啊啊哦，就是他是 Evergreen 的教练啊，他是 Evergreen 的教练、哦，之前是，嗯，他还是 manager 嘞，好像是他开的店，对，他开民宿以后就很惨，到底是他没有当教练？还是他开民宿之后没有当教练？今天都是小朋友，我觉得他们刚好是一个班吧。嗯。还是爸妈去滑的，然后小孩报班。这样。有比赛的，比赛地。好像那个什么选手权来着，也有可能。哦，中学生选手权什么的。哼。不知道。你那边右边脸好大一个洞哦，你会不会冷？现在不会啊，而且不要这样透气啊。你说左右进去的？对对对，里面。每项都这样。我把。然后先推个几下，要冲了。小朋友，带那种感觉，速度很快的、啊。欢迎来到看小朋友滑过地面在试试。是啊，小朋友，我就在后面看他喷烟。他多刹个车就不比我猛很多的。黄色小小的很可爱。然后也超厉害，谁知道？天上飞。走哪里？走那里啊，就放在下面啊。去右边那个站啊。你说 two 哦 ，number two。对啊。走 across A 还 across B 吗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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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要走绿的。我休闲，我休闲。你休闲。
鸡翅比较硬的、啊。对，硬吗？硬啊，没有血肉。是压好的啊，压得好啊。那就不是，就还没软还可以。嗯。好沙、啊，我刚上完的。啊？刚上完的。哦。很滑吗？很滑吗？上的比较快，上的比较快。好快！我毛真的。先到学艺，一点用处都没有，所以就买了新的。啊，在这里买的吗？直接寄来。哦，在网络上找最便宜的嘛。嗯对啊，最便宜又长度跟我要求的一样的，因为我还是初学，所以还蛮长的。可是还是初学。现在就买伸缩的。我有看到伸缩的、啊，各种蛮贵的，各种赛事。弯赛那种弯的吗？就看那么近。闪电型，对，拿在手上加二这样，玩的已经够快了，对啊，速度加二，对。我也想不出来那个它的那个造型都要干，你都弯的哦，对啊，我也不懂哎、欸，然后突然想一想，看他们姿势，有点我不太明白什么，他们点的位置比我们更前面的，对，不是，你看他们就是这样，然后身体不是这样压的吗？嗯、啊，那不就是当一个那个弹簧之类的？弹簧弹出去啊。嗯。哦，你说弯圈，它弯圈有提供一个一定的弹力。它、啊、是哦。对啊，然后也有可能。用力插出去的时候，它身体就不受力。原本是这样，我觉得。我自己。我刚想的是说，它这样子的话，那个棒棒的会比它实际更前面。哦。不是直的。对啊，也可能也是这样。那你的板子有几个？我只有一张而已。哦，没有，我跟那一张无限界。不是啊，我说 logo。我自己买的就一张而已。是哦。但是你突然想滑冰，你就从店里拿就好。啊？你突然想滑冰，你就从店里拿就好。对啊。嗯。哦。啊，可以，就当练套路的好处啊。应该说这里。员工福利，各个不一定都不一样。嗯，那你那时候在白马做什么的？我是做缆车员。哦，就是雇人家上车。对哦，哎，豆豆，可以帮你把顶打开，对对。招呼大家的。然后跌倒，后面有车子赶快凑过去抱起来之类的。就拉一下，抱起来。对啊，因为那种小孩子就在那个线前面就摔倒，就摔下来。嗯。啊，或者是滑下去就摔下来，然后就后面。有的小孩子就顺着椅子还可以滑下，屁股一滑。我已经发生好几次，就是他就这样跌下去，然后后面他这样起来的时候头都在这边，然后车子刚好过去砸，要砸他头这样。对，我就一起过去，然后扑跑他，然后飞扑把他压倒在地吗？就我记得。
条路走到这里。你要去 Heavenly 哦？对啊，对啊。等等等等。雪吧，雪吧，就树上飞下来的吧。树的，看到是树上飞下来的。哎，在哪？那个吗？不对啊，人呢？人在哪？在拍照吗？最右边了哦。
这个的那个好深哦，人造吗？都被挖的好深啊，下去就会摔倒了。女士，能不能问？现在没有太阳，看不出来。哇，你说，而且这个雾哎，看不清楚。隧道啊，隧道。对啊，就刚刚。隧道没有压雪。Number one。对啊，对，那边没有压雪。昨天也试试看了。有试试看啊。哦，好深哦，就像看得动，有够深的，绕过去。然后滑粉雪跟滑雪都不一样。你有哪里你很想冲树林，你就赶快去。哦，是自己冲进去，是不是？也还好，因为现在雪都稳的，烂。昨天晚上没有下。没有新的泡泡。对，没有新的泡泡的，就觉得还好，那就滑雪都要练习一下。你们上一次遇到台湾人是怎么着？上一次很久了吗？没有，两三年前。哦，真的？对啊，很多总是会有吧。很多很多人都会来这边那个滑雪。哦。对啊，因为我最近刚认识一些工程师。嗯。我觉得会不会是 Lily 那边 ？Lily， 你知道 Lily 吗？他也是工程师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美露咖喱的嘛。最近不是那个海石说要环境的问题，然后那就直接找他。大家都会这样。上次我朋友在后面说也说找他，我说他很没有用。我那时候为了天顶还比较有用。他有用吗？天顶，嘿，都他吧。天顶，我拥有一只猫。嘿嘿嘿，你也都是啊。最近因为他 Facebook 上叫 Lily 的。哦，就同一个啊 ，Lily 是啊，哦，所以我说前几天我说该不会就是他吧？哦，对，又都是那个，那也是他同事，哦，这么巧，他同事一周前来，两周前来的，对，他比我们早一点点，一周前来的，他不是说18号来的吗？12月18号就来，对，他来的，这么半个月，好像半个月，他5号才回去，他应该是煮饭煮了半个月，没有，我那天他最后一天，然后最后一天来这里滑雪。然后他就叫我去他家吃饭，去他的民宿吃饭，十一个人吗？对，我刚刚煮好厌世哦，怎么办？因为他都要滑雪完，真的很累，还要煮饭。没有，重点是他就觉得说，他煮的就好像大家都不吃啊，又怎样，就剩一大堆，然后他就觉得很厌世，然后好好煮饭，什么东西之类，我就觉得这个好悲观。对吗？我在想说，大家，我看那个，我以为大家都吃完了。没有了，没有吃完了。我很努力把我面前那一盘努力卤白菜吃完，因为就我一个人吃全部啊。其他人都不吃。其他人都有吃，但是就是没有吃完。哦。然后努力把它吃完。对，给他让他有一点那个。他就说，那可是还有另外一盘呢。啊，我都吃完一盘，你还叫我吃完？吃完。吃多的人糟糕。原来他这里玩了一个那个安诺的那个防风镜、护目镜哦，高雄下面那间。你说他买的？对，他买。有，我看到他很我很得意po说，他不是三个面罩吗？对对对，他没有起雾。对，没有，他很得意，他买了新的都没有起雾。因为我买有八折。啊，你帮他买的。对，然后他说啊，你买八折，然后就他们就那一堆人滑完，然后就全部东抓西抓，一个在那边看 stay on， 然后一个在看那个，一个在看天池，另外两个在看鞋。那你买 North Face 什么八折？ North Face， 不过我觉得太贵了。你说下面的那些店 ？North Westin 的店 ？Westin， 哦，有时候都是有的，哦，对，有时候都 Burton 下面那些沙龙啊，应该 North Face 应该有吧？哇，你想买哦？我觉得头可爱，头，就我其实很想要你们这个头，我想要这种鞋子，哦，但是我又不能学反，我想要你们的雪鞋，我觉得你们雪鞋很可爱，头是圆的，然后是类似有出雪鞋类似头，哦，类似哦，嗯，你在下面有看到吗？在 Westin 看到的，啊，有试穿过了吗？没，哦。一看很贵，就不要试了。因为18000-19000，我觉得太贵了。其实八折也还是很贵啊。
我说一万块我才考虑，而且也就只有冬天会穿。可是一双好的鞋子就可以伴你好几季。但是问题是怕它是环保材质，给我护皮。你有用护肤皮的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它就保存在一个很好的那个温度下面。回家擦油，打开就护肤皮。保养它。回家第一件事是先擦油。对啊。要乖乖，不要换。因为以前的球鞋拿出来穿，鞋底就掉了、啊，那怎么会很白烂呢？拿出来超白痴的。对啊，然后直接都登了那个美露卡里上面讲。从这过就只好从下面过。你要看是吗？我想要还是我要看。十点。十点了。那还蛮早的，还好。这里大概没到，还好，差不多。不是，是我想尿尿。我也有。那刚刚说我们俩先下去尿尿，我们俩，我们俩年纪大要去尿，你要这次尿吗？其实站着也可以尿。哦，好啊，好。反正都是到那边到的。好。好。他不到了，他那个冲很快。
来就跟在你后面。嗯，不好意思。没，怎么了？没有啊。还好还好。有没有怎么样？没有没有。哦，真的、哦。直接不开，车子也没有挂哎、欸，他车子都没挂、欸。哦，你说哪里不开？他哎，哎、欸，先上，然后省掉一点。人那么少，他可以省下一趟。接关，你可以拿那个，他直接换日本驾照，又换，
直接换日本驾照。我现在已经换成日本驾照了。你不是用考的，你没有合数。用换的。我以为一定要合数。台湾人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对台湾人非常好合数，直接拿那一张，然后就可以换。哦，所以就拿到免许了，不用考。不用考。哦。但是要预约，你们要先预约。我那时候预约差不多也是等两个月以后才去接你，去日本接你上换。那还不错。用换的耶。然后他只会问你一些问题，而且比如说什么在哪里考的啊，然后那时候考多少。我完全忘光了。对啊，我也是忘光。随便讲啊，他有我都想台北。对，然后你还要再付自己的那个，你拿到这张台湾驾照以后再，在台湾待有没有超过三个月以上？就是看你的护照。哦。护照，如果你不是用电子通关的话，你可能就去台湾办事处那边去申请。那个什么。电子的他接受吗？因为线上好像用自然人凭证查得出来。对，那应该可以。那个但是要去对出入境记录，他需要出入境记录。嗯。然后我那之前都是直接盖章的，所以就只能拿过什么照过去。哦。对，然后再带一张自己的相片来。就可以办日本驾照了，原来不用考哦。不用啊，你上网查就一堆啦。是哦。就是拿了一张方便。对啊，因为很多那种身份认证，有的只给免许，真的，有不一定给在留卡的，这不错用。那他们用那个什么买单本，那就在买单本又不用。有啊有啊有啊，可是我觉得他运用的很少，大部分还是要用那个 MenQ 修。对。总之今年那个，因为每一个配都要认证，很麻烦啊。对啊。之前超白痴的，我多写了一行，因为我们的。住的有大楼，我把大楼写上去，他就不让我过。就是说跟你的证件写不一样，因为证件不会写那一句。然后就看对啊，拖超久。对啊，那个申请书我都看那个要看证件档。你有没有用 PayPay？ 有。有啊。我那时候有朋友，我就说看我在用 PayPay。我觉得 PayPay 是一定要办，因为 PayPay 优惠很多。我跟你讲，之前那个 PayPay 30%，我们就在东京。我们在东京又不敢坐机车嘛，我们都骑脚踏车，然后就到处品川区优惠，我们就骑脚踏车去品川区买东西吃东西，然后港区优惠就去港区。三个雪道，有些分叉，有压过。
有压过血的。啊，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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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有压，这个是有压血的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这个这个是，还是你们要先这样滑滑滑。我们就先这样滑滑。红线两个，黑线一个。哦。黑线指的是 Ridge A 还是 Heaven 啊？就是没开的那个缆车的下面，那个是压过的。Ridge A。对啊对啊对啊。哎，是 Ridge A 吗？不是啊，对啊，这里啊，对对对对对，是 Ridge A， Ridge A， 对对对对 Ridge A， 对啊，那个那个也还算舒服。三趟哎，三趟。对啊，这样左边三趟。哦，三三趟我就可以回去了。你要回去了？啊？不，回去就是沿路滑回去，时间沿路滑回去。要回去了，走那么快？没有啊，滑回去时间差不多。看现在风，看现在风。哎，它晃的哎。左摇右晃。对啊，我就想说，只要滑早上就好。以前真的是休业，一直休业，一直放假，所以就会雪场公园。放假就是早上就会出勤。对对对。因为风超强。
等会啊，你先没跟人家先讲。没先讲，然后现在要去上。我觉得最后最旁边的 view 后面滑了就到不了这了。啊？我觉得 view heavenly view 是很平。对啊，那一道我觉得不要滑。我也觉得不要滑，我推的好累哦。等一下滑那个 heavenly 就。我也觉得。